出国呢，到那民商挺不舒服的地方呢，民商到处都砸着你。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，朝中代表团与所谓联合国军代表团在板门店签署朝鲜停战协定。满山遍野志愿军说：“胜利了，停战了，祖国，我们在这里；故乡，我们在这儿呢。”国家没有亡念，用最庄重的仪式把他们接回来。军航洞四九祥塔台，山河无恙，国富军强，我们以崇高敬意接迎志愿军忠烈回家。祖国用最高的规格把他们接回来了，现在他们回来了，看看我们的新战友啊，他们和我们当年的年龄差不多，看看我们祖国的发展壮大。如你年轻。